三个时辰啦，都未出嚟嘅。啲垃圾放喺门口。啊，系啊，抢啊抢啊！哎呀，我终于揾到唐伯虎嘅墨宝啦！ 慢慢啊，少爷啊，出边好多人求画，真系唔理佢哋啊！今日我冇乜心情画画，同我醒多两罗垃圾佢哋算。系少爷，祝公子，唐兄，祝兄，唐兄救命啊！睇嚟祝兄梗系输钱输到干干净净嘅。生我姐父母都知我姐唐兄啊！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你最为洒脱中恩。 介字，所谓风趣计旦学财散，人安乐，乃系祝兄你嘅座右铭啦。过奖过奖，但比唐兄嘅风流不羁，小弟真系有如天渊之别啊！只不过祝兄你隔日一百几日两咁输完走嚟嗌救命，长此以往唔系办法喎。哎，有见地，小弟有见及此，所以破釜沉舟，一次我输晒我一成可以输嘅钱，整整系30万两。 所以麻烦唐兄画翻30幅画，以嚟填债救命。明白明白，所以你出出去先。系少爷，就家下当呢度善堂啊！我惊，冇咁啊，系我衰啊，系我衰啊！我而家旧头认错，你唔念下当年僆仔做我只本玉袍俾你及，你都念下呢几年我同你卖画卖到冚家富贵啊！放喺出边有成几两有啊，出边画。如果三长我攞唔到30幅画，就劈我个记录啊！你帮唔帮先？三长。 林妈妈，祖兄，大家唔睇你嗱，我即管喺灵堂同你写副眼恋，一系死有余辜，一系死不足惜，你是但拣个啫。系啊，伯父啊，你唔好咁住啦嘛。最多我发毒誓，如果我再赌钱嘅话，我就俾天下最丑样嘅女人日夜轮奸，至体无完肤，扰扰郁最为之，敢得未啊？吓，咁卑壮嘅毒誓，你都发得出？好，我即管救埋你呢次啊！人嚟，问房四宝时候。 真神乎其技，真系俾你打死都抵啊！叫咩名堂啊？巴闭啦，系叫做红英展翅，气吞天下图。呢度一幅已经抵偿到你30万两，请你又唔好再嚟烦我。啊，一定一定，不过更佩服唐兄之处，系要将个空前双点作花，双掌作树，屁股或石。
前足作云，后足作山。哎呀，嗰只鹰又用我身体边部分勾出嚟啊？系用阁下嘅指针。哎呀，个鹰对我所料，很激情，勾出咗。只不过系鹰嘴上面担住嗰条虫仔啫，何来鸿运激情之有？都好，识转弯。唐伯虎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壬月壬日壬时出世，故名唐人，因人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人聪明绝顶，号称诗画双绝，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乃是相传他拥有八位天之国色温柔贤淑的娇妻，仿如神仙美眷，羡煞旁人。举手，要唔好白鸡喺身度啊！攞出嚟顶住先啊！有冇搞错啊？你咁笑，放水啦！我哋咩水泡？你玩啊！洗牌啦！你炒都帮你赢噶，七天啊！天上要话你好啊，冇啦，呢啲叫做王噶嘛！有人打你啊！几位娘子，有鸡翼食啦，起埋骨先翻嚟啊！咁摆定埋，摆定埋，快啲啊！唉，得啦，真系顶咩？我幅百花争艳。喂，家姐只系剪箭台啫，唔使炸型啊！你家姐未死啊嘛，都系唔系话个第二幅咯？但系咪讲咁多，你猜翻版先。财财三张仔，四块半，有人举手啦！真系睇下你眼牌啊！日日你真失啊，真系啊！喂喂喂！操！哎呀，做咩啫？我本诗集啊！咦，你睇下，张诗人台成鸭公，剪咗本都唔够啊，帮我攞多两本嚟啊！后门就有唔杀。我幅百鸟朝黄图，因何故冇咗只雀头噶？做咩咁牢嘈啫？人哋唔见咗只傻，咪剪咗只雀头嚟顶住当先咯，大惊小怪。你哋，龙生，妈，哎呀，奶奶吊颈啦，你快啲过去睇佢啦，开埋牌先，上天至尊通杀啊！梁生，你傻咗咩？娘亲冇用啦，同你娶足八个老婆嚟服侍你，你都唔满足，终日愁眉苦面。哎呀，我死咗佢好过啦！娘亲啊，你何必咁讲？我何曾有怨过你半个月得噶？伯父，你正所谓年少有为，事业有成，家财千万。接成我，你应该是世上最开心的人嚟噶嘛？我冇话过我唔开心噃。咁点解你成日黑口黑面？系咪嫌啲家嫂配你美啊？娘亲，你唔明，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我同几位娘子虽有夫妻之名，只可惜同床异梦。我哋啫，咁我哋。哇，八件一齐掉，何其壮观啊！你救人啊！家嫂，哎呀，家嫂，你冇事啊嘛？伯父，你系咪要搞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先至安乐啊？我都冇话，救我！喂，我要死啊！你唔好咁啦，你哋。伯父，嘈啦！是我错，几位娘子贤良淑德，持家有道，知书识礼，是我不懂欣赏，我对大家不住，请大家原谅我。你明白就最好啦，相公，笑翻我咯，笑下啦嘛。我要笑得开心啲噶，系咯，笑多啲。咦，你睇个衰样，笑得好夹硬喎，咪就气唔顺啦。笑劲啲，系啊，伯父，睇下佢哋几为你啊！以后你就唔好辜负几位家嫂对你嘅一片苦心啦。夫人啊，宁王派人，宁王，宁王而家正同谋做。他派人嚟，总想招揽你。点到你求其同我打发佢走算。
人啊！佢哋、哎，唐伯虎呢？我哋王爷想请佢翻嚟做参谋，快啲叫佢出嚟。几位真系唔好意思，小儿刚患重病，不能见客。宁王好意，心领啦。几位请回啦。啱嘅，乜王爷请亲嗰啲人都话病咗噶。不过王爷早料有此一着，叫我哋带埋御医嚟，等我哋同唐伯虎医病。夫人，系唐伯虎，哎，你又话佢病咗嘅？佢系病得好犀利噶，病得咁犀利啊，又会有咁好嘅胃口食鸡翼嘅？系咯，点解啊？好简单啫，因为小鸡翼我中意食，但系你老母讲你头快病。原系快病之所以越要整多只，如果而家唔食，以后冇机会再食。你阵系就快病，我阵系就快病。如果而家唔食，以后冇机会再食。病到好似唐解元咁好面色都好少有喎、啊。如意帮唐把把脉，睇下佢有几严。唐解元嘅脉象四平八稳，好正常啊。冇咩问题啊！佢点啊？入得够啊？试下啦。我从来未听过咁乱嘅脉象啊！你听到啲乜嘢啊？将军令啊！咩话？我睇你都系早啲准备身后事罢啦。唐家元，我哋告辞啊！切，早知你咁啊，唔好嘥我哋啲时间啦，我哋走。御医啊，你救下我！衰仔，跪低！你记唔记得你曾经喺你死鬼老豆灵前发过誓，显露你识武功呢个秘密？点解今日又要破戒啊？我记得，但你只系情势危急。况且我只是用内功改变自己的脉搏啫，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一旦俾唐家啲仇人发现你系霸王枪嘅传人，你即刻有杀身之祸噶！娘亲，我哋唐家嘅仇人究竟系边个？点解你一直都唔肯话我知？我以前唔话你知，系因为你年少气盛，惊你自找麻烦。但你而家都咁大个，我亦唔怕话你。我哋唐家系有两大，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当年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决定比武，我恐防夺命书生会出诡计暗算你阿爹，所以一直在场监视他。等我暗算你仆街夺命书生先。相公，你赢硬的，放心啦。家伙啊！啊，小心啊！咪走啊！讲清楚喺度搞咩先啊！我爱你，所以想帮你咋？帮我咩啊？你撒埋晒啲咁嘅红豆？呢啲唔系红豆啊！呢啲系我新发明嘅暗器霹雷珠。劈咩咩雷咩、啊？咦，你唔好爆起上嚟！
乜叉嘢力咩啊？回报？小喇叭朱西，你系咪想玩嘢啊你啊？书生夺命剑，就喺最危急嘅关头，你阿爹突然使出世间上最恐怖、最得人惊嘅独门暗器，将整个局面扭转晒。安暗器。霸王回马枪，宝枪头呢？点解？怪得阿爹最后都屈屈而终。你阿爹估唔到夺命书生连精钢制造嘅枪头都打断，所以佢喺临死嘅时候就特别制造咗呢个坚硬无匹嘅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但你话我哋有两大仇家，另外一个系边个？另一个就系当年同我争你阿爹嘅情敌啦。不过佢已经嫁咗人，怕且啊都冇乜机会撞到噶啦。杨真，呢几日我想离家出外几日暂避风头，因为我怕凌王会再搵人。最紧要随身带埋支铁枪头，以防万一。记住。由于当年你阿爹打输咗，所以当今兵器谱上边书生夺命剑排行第二，我哋霸王枪啊排行第三，小李飞刀啊紧随第四。缩开只脚啦！咁排名第一嘅边个咧？佢就系小李飞刀嘅老母，可惜已经过咗身啦。原来就系小李老母飞刀，真可惜。喂，讲咁多做咩啊？猜两品先啦、啊，猜猜啊，一定中啊！你顶帽，呀！哎呀，你咁死行开啦，我同奶奶猜呀、啊。好，财财呀，三叉仔呀，走咁长。奶奶你输咗啊，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杀啲龙虫，人家当我享尽齐日福，查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今日江南四大才子嚟到游山玩水，唔怪得女子咁疯狂。难怪难怪。各位各位，今日大家咁高兴，就不如吟下诗啦。正明兄好提议，文斌兄先嚟咧。强项啊！山下一雪声落河，咁啊落河捉鹅依肚饿，食完翻归锄老婆。哎呀，好句啊，好绝句绝句。真系咁好笑？喂，点解唐兄次次出游都咁豪情奔放咧？乐极忘形，实在令人羡慕羡慕啊！喂，讲开就讲啦，喺江南论文章，唐兄才高八斗，论丹青妙不生花，而真真正正嘅假洗堂，冇错，更令人羡慕咧，就系佢喺音律方面都好高造诣嘅。咁啊系啊！古今中外各种乐器，我边样唔捻得出神入化？喂，我最近仲研究一种西洋嘅敲击乐，好使得。
有机会可以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一定嘅。我话唐兄最令人羡慕之处就莫过于艳福啦，系人都知唐兄家中有八位夫人，个个貌美如花，各色天香。人做咗你咁，夫复何求呢？先杀旁人啊！系啊，好嘢！有笋嘢咁喎。唐兄，你望一望桥头上有个婀娜多姿嘅美女，只影迎单啊！嚟，不如咁啦，你即场示范你嘅沟女大法，未几集学习咧。啲大棒福利。冇问题嘛，义不容辞啊！去啦！想借小姐的肩膊来搭一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那怎得啊，我是一个黄花闺来的嘛。我知道，我都是应酬一些朋友这样。其实在下正是唐伯虎。唐什么伯什么虎啊，我都不识你。你再不走我嗌的。那呢，我给一两银你是这样而已。一两银你当是什么，起码都十两啦。哇，你都要十两不好去抢。没错，就是抢。你借多钱来。哇，使唔使咁重手啊？抢钱嘅呢条死人妖！吓，人妖，我啱啊！你揸住，喂，真唔抵俾抢先一步啊！喂，阿哥，姐姐姐姐，今日华太夫人，美女四香十秒尽香啊！我个个都天仙下凡，尤其个秋香自散镜啊！边个啊？边个系啊？嗱嗱，嗰边啊，秋香。普通料嚟啫喎，咁啊唔係喎，伯父兄。虽知美女依家嘢咧，同鲜花一样，需要有绿叶嘅衬托先得出娇美嘅。睇多次啊，靓女，哇！咁睇法真系索到啪啪声喎。喂，我哋一招，我弯住就输。睇你嗰个强项啊！一有机会拥埋去大肆搜罗一番啊！一定啦！试食啲爆比乞儿食咪，系夫人，系夫人，夫人。咁你食先啦，做咩一个唔够啊？
记得过你。咩过嚟啊？呢边仲有啊？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爱心的笑容，我已经找到我的理想，他就是秋香。小姐，拜神。好的，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我来。求神。华府只官船，好啊！嚟嚟，好声好声！啊，公子啊，你啊真系识货啊！咁多船唔紧，船我出咗名够快嘅，系嘛？喂，呢个船沉紧啊！你系啊，沉得快啫嘛！屌你搞啲咁嘅嘢，我赶时间啫嘛，大佬啊！睇你个样，梗系追秋香姐啊！你又知你啲咁嘅富家公子，我年中见唔少啦。不过净喺华府门口啄下啄下，搵唔到食嘅。咁你有咩好巧咧？你要谂办法混入华府先掂噶嘛！攞两条桥嚟傍下身好啊！桥唔系冇，睇你识唔识做？桥点话点好啊？开档噶啦，你死人都唔好喐啊！你话将买到啲钱俾晒我，你唔好露点啊！以你嘅智慧，边人点到你啫？咁啊系！喂，名益街坊啊，全新第一手好靓孝子大平卖啊，唔买都嚟睇下啦喂！嗯，好惨啊真系！靓仔啊，你晨早落楼度买新装裤，大家嚟试噶喎！想嘅？点解你咁熟面口嘅？我哋喺边度见过啊？系咩？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呢，不如两位姐姐仔可怜啊我怕啦。咁你惨咯，横掂我哋争个下人，不如就好惨啊！卖身作冚家。唔系啩？两位姑娘啊，你可怜啊我啦，我冚家。实验十级废炉，半卖半送，你卖我啦！石楼啊，睇佢真系惨好多啊，不如都系买佢翻华府把啦，咁就买佢啦。姐姐，我嚟先噶喎。呢个唔系先后嘅问题嘛。希罗，人哋死六件，你先死得过一件，我都好想帮你啊，但好难做噶嘛。但系我都惨噶嘛。咁你咩惨嘢？你晒埋出嚟啊！咁我，你睇我几日冇剪指甲。变嘅啦，唔通咁都仲惨咩？旺财，旺财，旺财，你唔好死啊！旺财，你跟我咁耐，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系大佬未曾俾过一餐饱饭你食，我对你唔住啊！小心啊！哎呀！小强你点啊，小强，
小华你唔好死啊，松啊！我同你金共欢咗咁多年。我亲生骨肉咁供书教我，估唔到今日白头人送黑头人啊！秋香姐，佢两个都咁惨，咁点啊？睇定啲先。哦，妖，阿哥你等阵先，你睇下你新哥颈，你翻去化个妆先啦。你睇下我恩吊鬼命，满手毒疮，你救我惨唔够啊？喂，兄弟唔好大我，份人唔大得噶。大你咪大你咯。你今日逼我系嘛？你今日地产部你吔吹咩？扑街！哎呀！唔好话你满手毒疮啊，今日成个手断埋，睇下边个惨啊！你使唔使玩到咁尽啊？直情系嘥你啦！吔吹咩？我跟你个晒啦！扑你个街啦！哎呀！同我玩嘢，我个命都唔要，睇你掉。边个救我惨啊！靓仔，你好嘢，山上有双凤啊！喂喂喂喂喂喂喂，佢而家死咗，我买你啊！系系，咁要加多五两银。哇，你坐地下都有嘅。好，我想撞埋呢位仁兄啫。真系好人啊，就买佢啦！诶，石榴，你话买就买，翻入去问阿夫人先再算啦。你听日再嚟过，我去问啦。秋香姐，辛苦晒你。咁小物摆明系挑逗啊！啱咗啦！念在你一片孝心，就买你入嚟华府做下人啦。为期两年，有冇问题？冇问题。今日签咗份契约先啦。签紧。好状元哥，仲唔好睇？申请。由今日开始，你就是华府的低等下人。九五二七就是你终身号码，开始做嘢。你做难做似只鸡，俾人闹仲要开口笑，俾人似只鸡好好笑，俾人闹仲笑笑口，似只鸡好好笑。一千零一，一千零二，一千零三，一千零四，你做佢咁嘅衰样，夹个老友，再嚟个一二。咩事干啊？九五二七，快同我哋攞翻只纸鹞落嚟啊！系啊，咪啊！但我作为一个低等嘅下人，唔方便入。等下人啫，我只系当你系只狗咋。哎呀，叫你去攞你就去攞。好啦，你喺上边啊。秋香姐，幸会幸会，上次到而家我都仲未人有机会多谢你添。好在有缘，千里能相会，你只纸鹞包在我身上。咁多嘢讲，去执啦。系嘅，系嘅。多谢关心啊，秋香姐。金二七，你点啊？你冇嘢嘛？我冇嘢，只系断咗只手啫。点解咁唔小心啊？只要能够同你执翻只纸鹞，我怕怕千刀万斩，甘愿勇闯地狱，隔佢一条手臂，何足挂齿？我怪罪咗你啦，对唔住。嗱，我唔准你咁讲啊，人谁无过得？唔得，唔得噶，唔好走啊！
情捐送啦！佢喺上面，我睇下你喺度搞乜鬼？咁二七你做咩啊？快啲落嚟啊！嚟紧。秋香，我嚟啦！靓仔，我收到风，你偷偷地画佢个样系咪？细佬生平画过唔少画，唔知你指边幅咧？大家睇下佢画啲乜嘢？你居然将个风华绝代、婀娜多姿、美丽动人嘅石榴枝画到咁嘅衰样！对唔住，我学下嘢咁解嘅啫。你俾翻我。嘿，你冇天分就唔好画，仲学人画嘢。我冇办法唔俾你开下眼界啦，学嘢啦！你先叫我。强中自有强中手，山还有一山高，小弟甘拜下风。大家鉴赏一下。你而家知道咩叫画啦？你唔单止偷懒，仲同我争女，掟佢！系啊，你唔好打啊！再唔停手，我就话俾夫人知。系啦，停手！我俾面枪啫，我哋走。喂，你死得未啊？未，我一日未将嘅纸条亲手交俾秋香姐你，一日都唔可以死，秋香姐。我哋走，冇咁容易，连我哋妹玩子妖打佢。好在我拼命咁护住块面，咁个英俊嘅相貌亦得以保。今晚就揾机会向佢来表白，看将对我动情，啊动情！边个打我？是个风华绝代卖人经验的石榴。是你？我同你无冤无仇。我打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抵达，你偷画我暗恋我的事，而家系人都知啦。我仲边有面目见人啫？我死都去白啦。都好嘅。你又梗系好顶啦。你想同我一起试做对同命嘅鸳鸯？呸！我都冇话接受你嘅爱。石榴姐，你误会啦。其实我对你就如同对我自己亲生阿妈一样咁尊重。阿妈，你居然爱上自己个阿妈添啊！你咁大逆不道、丧尽天良嘅事，实在太刺激啦！未试过噶，我有少少紧张啊！快啲啊！石榴姐，你癫咗咩嚟噶？咪再多讲啊，做啦！唔好因为我系娇花而镜住我，全力啦！咁丑样，真唔老礼。大佬，大佬，讲闻春夏秋冬四香，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系嗰个秋香添，简直靓到裸胆啊！秋香梗系益大佬啦，咁啊当然啦。大佬啊，呢度点啊？杀咗佢啊？呢度狗男女都可算系同道中人，打晕佢算啦。好啊，四位莫非就系名震江南嘅四大淫侠？冇错，我哋就系东淫西贱南行北湿。哎呀！好，门其实小弟我亦系人称玉树临风、胜判安、一树梨花、压海棠嘅小人从周化东，未听过啊？呢位小兄弟啊，佢连咁入佢都肯上，小人从呢个称号真系当之无愧啊！啲小意思啫，再入啲我都试过。哇！我真系再嗌你声大佬啊！不敢当，不敢当。正话我听几位讲，我想入去咸湿下个秋香。啊，咁系啊，唔嫌弃等我嚟带路咧。啊，你想执二摊啊？咁你排第一啦吓，多谢。抹干净鞋带，低脚印。咦？点解兜下兜下唔见到个小淫虫嘅？快啲揾佢翻嚟带路。咁二七，你入嚟做咩啊？不得了，秋香姐，出面有几个淫贼想嚟咸湿你。
我真系好惊啊！咁而家点算好啊？好在我已经暂时引开咗佢哋，华府咁大，要揾到嚟都唔系咁容易嘅。不如点解你流紧鼻血嘅？就系俾嗰几个淫贼打伤，但系呢啲小意思嚟啫。为咗救秋香姐你，我死又何妨呢？你而家嗱嗱声跟我去笪冇人嘅地方匿埋再算，以防万一，等我出去睇睇先。唔紧要唔紧要，我冇事。企度，自己咪就系嗰个淫贼咯。讲我都系贼，不过唔系淫贼，你可以称我为一个偷心嘅贼。我唔理你系咩贼，请你唔好在我面前整蛊做怪，只会令我更加讨厌你。秋香姐，当你发觉你冤礼紧我嘅时候，一定会好伤心、好后悔。咁又何苦呢？都系快啲跟我走。苏啊，如果真系有贼嘅，点解唔话俾夫人知偷入嚟我房做咩啊？你咪恃住读过两年书，就周围轻薄啲无知女子。我话俾你听，男人紧要，最紧有骨气、有才学。你挺人，就算读写世书，只不过废物。讲得好，我作为一个男子汉，听到呢番对白，好应该打到你爆光。但系我唔会咁做，可能你讲得啱，我真系一个废物都未。你真系废物都不如，应该叫你做狗贼。我一句狗贼，睇嚟你真系好憎我。既然系咁，秋香姐何苦对我三笑留情？有咩？我系对你笑咩？嗱，又嚟啦！就算我真系对你笑。都是笑你个白痴啫！原来落花有意随流水，而流水无心恋落花。对唔住，系我自作多情，但系出边真系好危险，你自己千万要小心。点解你世界咁多无聊嘅废物嘅？唔通只有唐伯虎自称得上为男子汉？只有真正的男人才能够写出咁靓诗句，桃花傲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中。你冇资格读佢嘅诗，你即刻同我啦！小心出边危险。秋香，我总算明白你嘅心意。方师，你实在太过分啦！你再唔出去，我就唔客气吓，唔好俾我出绝招啊！秋香，你实在太冲动。但好难怪嘅，年纪仲细，但我真系好喜欢。十字追魂棍，事到如今冇办法再隐瞒，你听清楚，唐伯虎，唐伯虎点睇？你系唐伯虎，我就系官世音啊！攞你命！哎呀，咁大力飞落嚟嘅，你个小人！简直是大咸湿啊！死死啦，大佬！大佬，捉贼啊！捉贼啊！有贼啊！停手！夫人，讲啊！夫人啊，我见到九五二七同呢几个人一齐噶，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将佢哋一干人等送官治理。系冤枉啊！夫人，夫人啊，我头先喺地下执到本书喎。温习系边个嘅？讲过好多次，华府之内绝对唔容许有唐伯言嘅。你本书到底是边个嘅？快啲自己知名咯！秋香是边个嘅？夫人，我快啲讲。夫人，细佬知道是边个嘅？讲啊！是细佬嘅，要惩罚，请你惩罚埋细佬。武状元，
是夫人，拿你弟弟出来。夫人，弟弟的意思正是小刀，拉他出去斩成肉酱喂狗。啊啊，不要啊，实情我只是想引我的贼来救我秋香的。夫人，我不理你同我的贼有什么关系，身藏唐人诗集已经是死罪，抬他出去。夫人，请听我解释啊。仲有什么好解释啊？忍不住要赞他，不得，我不可以表露出来的，但这种感觉真是令人有如腾云驾雾一样。他那感人肺腑的自白，居然用到调皮鬼马的扫白榄形式来表达，再加上节奏感强劲的敲击乐作为结尾，真是听到我高潮一浪接一浪啊。是啊，他那种汹涌澎湃的创作力就好像多春雨体内的春一样，成千上万源源不绝啊。没错，我就是那条多春雨满力量啊。多谢你啊，先生。族人，看我表演啊，你们为什么吃完饭一定要屙屎，屙完屎还是要吻擦？哦，原来你同唐伯虎都有不共之仇嘅。夫人，夫人啊，小姐系贪生怕死，但亦非一无是处。我见佢出口成文，似乎都读过几年书啊。如今书房正欠一个半读书童。何必要佢带陪伴两位公子读书咁咪仲好？既然秋香为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日开始，我赐你个名叫华姓啦。吓，夫人，这个名我恐防受唔得起喎。咁啊，咁就叫华安啦。谢夫人，我系都要秋香帮我忙物噶啦。你系唔系都要同我争秋香先？系大佬梗系我噶啦。沟女有咁大细嘅咩？你系点咯？你插细佬，你个街啦！大佬要插，我要你死过。为咗秋香兄弟都冇情讲。未过关成书童，一直都尽在我掌握中。越嚟越接近秋香姐，今日嘅心情就确系唔同。两位公子。你条契弟系边个啊？我是负责来陪两位读书。精奇，能够服侍两位真是万能。嗯，你这句说话都挺啱听，以后就当你是人咁看待啦。去斟茶。对不住，细个三不做嘅。咩三不做啊？我一不递水，二不洗衫扫地，三不铺床接被。咁即系同我哋一样、啊。咁你识做啲咩啊？我晓。嘿嘿，吹口琴撚肉燒，炒碟靚顯，焗個蛋撻，占卜星相就官人於微，風流自命，涉肉偷香。真唔真呢、啊、俾啲本事睇下嚟。喺呢度恐防不便示範、啊。想縮沙話你作大㗎呢，有本事睇我哋兩個。挑你。若然我冇睇錯，兩位應該係低能嘅。咁都俾你睇得出，我真係佩服到五體投地啊！容許俾我哋叫你一聲大佬嘛。叫唔叫唔相干啊，以後你同我斟茶遞水洗衫折被就夠啦。咦、欸、話咪話冇，你兩個跪在地上所因何事啊？我哋拜大佬啊。區區一個書童，何德何能做人大佬啊？再有無德無能，只係開下玩笑，望老師見。
唔系啊，华安嗰啲啊。年青人，你够胆叫我啲僆，你边度噶？未请教，教上教，先请而后教，后教而先请，先请而先教，后教而后请，再请我就教。诶，唔准教！我本身原籍四水，现为华府首席西宾，手执一把扇。你系咩部门噶？我原籍苏州，现任华府一件迷途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齐眉君。嘿，你大哇！哇！我左边龙，右边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心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好。诶、啊？啊！老师你做咩啊？吓！吓、啊！喂，点解老师咁嘅？阿爹，刚才你唔觉意怼冧咗老师啊！讲起阿爹，你杀咗人啊！飞呀飞呀！刚才我见到老师玩紧神打上身，以为刀枪不入，点知飙唔到同入咗，啱唔啱听啊？太子，啱听，事实系咁啊！系啊系啊！嚟，同老师追。系。你系边个啊？我系华安，陪我哋读书。系啊，爹。啊，华安，你讲得好，立咗大功。小意思。我决定升你做高级伴读书童，以后负责教导佢两个读书，知道吗？谢太师。整蛊人咯、啊？冇啊，我念诗啫嘛。念咩诗啊？念唐伯虎嘅诗？当然唔会啦。唐伯虎同我有咁大嘅仇口。你唔使乱讲，你呃到夫人呃唔到我嘅。不过嗰、那个古仔你都觉得彩啊。秋香姐果然冰雪聪明，细佬佩服。咁嗰晚点解要喺我间房？无形系唐伯虎啊？你估下？你估我唔知啊？你一定系识得唐伯虎嘅，当然识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俾我识啫？我咪系咯。哎呀，你唔好喺度讲笑啦，我系认真噶。唉，人称诗画相住风流不羁嘅唐伯虎系人都识噶啦，只不过佢唔识我啫。我话你讲得唔啱，风流不羁只系佢嘅表面。我读过佢嘅诗，喺字里行间睇得出佢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嘅男子汉。喂，你做咩啊？我感动到有啲想喊。你嘅观察力真系惊天地一鬼神。如果唐伯虎能够有呢个红颜知己，真系死而无憾。方姐，啊？咁你觉得我呢个华安嘅点啫？系个傻瓜咯。秋香姐。咁你愿唔愿意同一个傻瓜喺今晚三更时分柳树之前一起研究诗词歌赋呢？你估？好啊，唔使客气，扑街啦！秋香姐，唐伯虎兵冇状元捉咗翻嚟呀！吓！阿华救命啊！小心，受风惊啊！
我喺苏州市集见到呢个人自认系唐伯虎，仲揸住啲字画喺度卖，我攞翻嚟俾夫人睇睇。果然系唐伯虎嘅手笔。冤枉啊！我都话唔系唐伯虎咯。如果你唔系唐伯虎，点解有咁多佢嘅画呢？我趁唐伯虎唔喺屋企嗰阵，挞嘅咯。你口口声声话自己唔系唐伯虎，咁你系边个啊？我系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枝山如假包换。你唔肯认啊？好，东向带华安出嚟，等佢当面认下佢不共戴天嘅仇人唐伯虎。系夫人。华安。夫人，做咩？琴日我讲得嘢多，收根嘅。你埋去，系咪你嘅仇人唐伯虎？系。哦，原来系你，超，你咁都认得？切，你化杯认得你啦，你系唐。冇错，我就系唐伯虎千方百计要迫害嘅死正种。唔想死好收声啊，夫人。因为唐伯虎佢每次行空都蒙住面纱，所以小人都唔敢肯定佢系唔系。咁啊，咁就宁无中，杀咗佢啦！咪住，呢个唐伯虎都应该同唐伯年，所以留翻条命喺度应该有用嘅。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石楼，你带佢入柴房好好看管，任你处置。谢夫人赏赐。喂，你想点啊？带佢入去。吓，喂喂，唔好搞啊！我男仔嚟噶。唐兄唔系要杀人灭口啊嘛？受正啦，而家我静静鸡放你走，速猛啊！喂，唔好啊！喂，华夫好似好住，放咗我啱啱上一件天父嘅极品，我唔舍得走啊！你唔系讲笑啊嘛？真嘅咧，放咗出面争到成身债，呢度系最好嘅避难之处啦。走啦、啊！咩事嘛？咩事啊？秋香姐，请问你是不是真的唐伯虎啊？姑娘为何有此一问呢？实不相瞒啊，我屋倾慕唐伯虎的才华和文采，我好想见一见他真人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啊？没错，我就是唐伯虎。真的？畜生米草。秋香，今日你我有缘相会，应该可以促膝长谈。唐公子，我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当然可以，不过为咗表达你嘅诚意，你先答我问题。首先，全身放松。慢慢将你个头放喺我左肩膊上，唔好紧张，你唔相信我咩？尽量唔好紧张，慢慢将我面挨埋嚟，啱啦，乖啊，忍无可忍，靓仔。喂，招咗边位？咩？赵元家想扮演家咁话咯喎？吓？唐伯虎一介斯文人，你讲乜嘢？你正话扯到咁准吓？喂，头先冇人系扯到准啫，而家有有咩啫？你玩翻一铺美女与野兽。原来唐伯虎系个咁嘅人，华安都比佢好得多。过奖啦，秋香姐。你点会喺度噶？哦，我嚟夹嘢嘅啫。你呢？我都系。哦，一齐啊！哇，呢招精彩啊！睇睇，哎呀！啊！老虎唔发威，你到？多了油啊！快去！
先。老爷，这个宁王一向同老爷政见不合，在朝廷大家都水火不容，今日贸然到府，还带了这么多兵马，恐防另有所谋，我们因着他借的以发难。宁王到。华太师你好嘛？王爷远到江南海，真系受宠若惊。太师严重啦，我素闻你对丹青有所偏，我非常辛苦先至揾到唐伯虎嘅几张真迹，专程送俾你啊！王爷，唔使啰嗦，师爷，我话啦，系。啊！果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啊！系唔系啊？我最喜欢佢有王者风范，我揾人重新装裱啊！你睇，嗰种令群鸟低头嘅气势跃然于纸上，真系不愧鸟中之王啊！王爷咁贵重，我点受得起啊？咁、即系唔俾面啫，系咪想逼我发烂渣？诶，王爷息怒。既然王爷今日有途而来。间接都好想开下眼界。好，既然华夫人都是爱画之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秋香，你都嚟睇下。是夫人。呢幅孔雀图论画本身都有唐人少有的妙笔之作，可惜孔雀始终是烦鸟，就算重新装裱嚟衬托，亦都是无补于事。烦鸟就是烦鸟。断不会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王爷，贱妾管教无方，如果秋香讲得有什么不啱的，请王爷恕罪。王爷，夫人这么说，他们一定收藏了比我们这幅更好的唐人作品。是的，夫人，那我来给我见识见识啊。我们真的没有唐伯虎的话。岂有此理。这个王爷，华太师。哎，王爷，话就没了。不过唐伯虎本人呢，正在泻下作客。秋香，去请唐伯虎出嚟。是夫人。夫人，唐伯虎到。唐伯虎，我要你即席挥毫，画一幅凤凰傲耳图俾王爷欣赏下。好，鸟凤凰好过我幅孔雀。如果你画得唔好，你小命不保啊！唐伯虎。你仲唔快啲画？我大功告成。嗱，你只神鸟凤凰啊？唔系啊嘛，分明就系鸡仔都系米陀真。咩头度加？神鸟岂有此理，居然敢戏弄本王爷。多谢王爷，我一直怀疑这个人是假的，今天在王爷威严之下果然露出马脚，抬他出去。是苏文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同你接触、我们老爷怎可以是的文学切磋的辈分嘅系咯，话不过如果嘅唔好怪我发烂渣啊！出队一乡二里共三夫，只不识四书五经六义，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对啊，做咩唔对啊？咁唔俾面，我真系发烂渣啊！俾我试下咧，十室九贫凑得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而且三心两意一等下流。好劲喎！华哥，你真系得好事啊！在下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怼王之王嘅怼川长，未教。细佬读过两年书，尘世中一件迷途小书童华安。好，等我嚟会一会你。
对唔住，我哋大家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啫。归正传，我哋开始啦。画图女龙不淫，虎不笑，小小书童可笑可笑。棋盘内车无轮，马无缰，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啊！好有嘢，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合合。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年年毛毛朝朝。啊！我真叻仔叻仔，快怼怼冧佢！十口心思，思君作诗写迹。八赏花赏月赏秋香。我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苦淡。你下流贱格，露出半个龟头。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俾你个书童？冚家铲嚟齐中书，与家祠堂多交余。鱼肥果熟麻捻饭，你老母系亲下厨。对队就本为消闲做落，今日穿长兄居然对队对到呕十九几两血，可谓旷古的金小弟拜服拜服。华安，呢度冇你嘅事啦，你快啲出翻扫地啦。遵命。系王爷，今日我呢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令到你发唔到烂渣添。哎呀，真系对唔住啦。好，月明书生，快啲攞皇上御制嘅春树秋香图俾大家，系一齐欣赏一赏。太子，请接话。小心！咁睇唔方便，不如过嗰边睇咧。咁名贵嘅画都系。咁快睇完啦，大把时间。究竟发生咩事啊？我中咗三十几脚，鬼啊！鬼啊！吓，嗰个真系秋香嚟嘅，俾人打成咁噶？咩？唔通系中咗武林中自？冇错，系自卑鄙贱恶毒嘅面目全非脚，切，争啲唔记得自己踢，以为撞鬼添。秋香。失传咗嘅糖还原靓，帮你打回原形。你今多谢你，华安。唔好客气啦，我系咪全部还原晒啦？诶，下巴好似仲争少少啊！咁你大力啲啊！阿扎，吓，秋香你仲靓咗啊！夫人，夫人。华安不是有心的，你不用多说，你毁坏国宝，我听日告上皇上，我看你今次还不满门抄斩。等等，
王爷正话嗰幅春树秋香图，我睇恐怕唔系唐伯虎嘅真迹嚟。大胆小书童，你玩我啊？皇上御赐俾我嘅名画，又点会系假嘅？睇嚟发烂渣。咪住，其实真正嘅春树秋香图，不嬲都藏喺华府里头嘅。吓，唔信嘅话，我即刻攞出嚟俾你睇。秋香，跟我嚟。王爷，我睇你攞啲咩出嚟，然后先将你哋冚家富贵。华安啊，你搞乜鬼啊？华府添有唐伯虎嘅春树秋香图啫，你话而家点算好啦？秋香，麻烦你帮我磨墨啦。而家冇办法啦，咁啊，快啲帮我磨墨啊！吓咩啫？快啲帮我磨墨啦！我唯有凭自己嘅话，但唐伯虎画已经咁高，我点模仿得到啫？只希望宁王佢唔识货，可以冇可能嘅。宁王又点会唔识唐伯虎嘅画先得噶？华安啊！你次闯咗大祸啦，自己性命难保，亦都会连累华府噶。咁而家点算好咧？你都系走吧啦，冇人啊！你快啲走啊！你画噶？系，有个时期我系靠画同人啲假，呢幅春树秋香同我画个白晒噶啦，希望可以过到骨。你都食架餐，紧要随身携带啊！但系你点解画得咁快嘅？今次算慢嘅啦。呢幅先至系唐府嘅真迹啊，王爷。你就真迹噶啦？有咩证据啊？唔啱啊，王爷揾个专门人才嚟验验至讲咧。吕书祥，死系嘛？未死就过嚟验下幅画，嚟。得唔得噶？宝宝啊！吓，王爷啊，呢幅真系唐人嘅手笔喎！吓，你有冇眼花？冇可能嘅，睇真啲，睇真啲，的确系真噶。不过啲墨迹好似未干咁嘅。近睇回南天使湿气重啫。系湿气重啊！死啦！王爷亦都太唔小心啦。皇上御赐嘅话都会俾人调换，惊动到皇上，恐怕系死罪。念在大家朋友一场，呢幅画就送咗俾你啦。以后啊，你小心保管啊，唔系啊，又俾人调换啦。王爷，今日有高人喺度，不宜久留啊。好，我哋走。咪住，王爷，你咪话咗要发烂渣嘅，唔记得咗啦。好。问你怕未？头先你做咩唔大开杀戒啊？王爷，头先个书童唔简单嘅，我差啲系王爷。你有冇搞错啊？你又话书生夺名剑，威力无穷，天下第一嘅，而家少少一个书童又畏首畏尾。王爷，就系因为书生夺名剑威力惊人，小人恐防误伤王爷噶嘛。我今次啊，俾你丢晒架，走。王爷。小人以性命担保，三完你之后同你发佢烂，我太师人头翻嚟。系啦，仲有个华夫人，仲有个书童，仲有个秋香，横掂都系啦，你个冚家富贵啊！系，小人遵命。大佬啊，舒唔舒服啊？几好啊！大佬啊，我收到封你寻日有一招还原靓靓拳，技惊四座，可唔可以帮我哋个样呀？系啦系啦，两位已经貌若天。病边度有人嫌多噶？唉，唔该帮我斟杯茶啊！有冇搞错啊？你讲唔该，是大佬系天经地义噶嘛？你咩嚟讲唔该啊？讲唔该即系唔当我哋系靓啫，你令到我哋会好失落，而导致内分泌失调，大小便失禁，话唔定大督屎落你个头就大家都唔好啦。喂，我讲声唔该啫，唔使赖屎咁大话。你咪笑啊！哇嗱，而家讲真噶。明白，你喺度废柴，攋个攞杯茶过嚟。系咯，咁先系噶，大佬。多谢大佬。梁长生，去边啊？去斟茶咯。你哋出去先，我有嘢要同华安讲嘅。哦，坐啊。夫人请。华安啊，你立咗大功，呢度有杯千年人参茶，好有益噶，饮咗佢啦。华安，唔该晒秋香姐。唔使客气，趁热饮啦。以你咁好嘅才华，
应该考取功名之压。夫人，功名浮云，在下一啲都唔好。况且呢度有夫人，秋香姐对我咁好，喺度做死一世都抵啊！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夫人唔系同我讲紧嘢嘛？仲炸底，凭你高强嘅武艺、诗画嘅才华，都估到八九成啦。我同唐家虽然有仇，不过寻日你舍身相救。断唔会因将仇报，你咪认咗佢咯。我唔系，就算我认为你到时反口，我都吹你唔涨亦掹你唔长。你真系明唔明我讲咩？我明，我明。不过今日唔认，总有一日要认噶。咁听日先。咁串系。哦，我仲谂住如果你认咧，就将秋香许配俾你添。夫人系咪啊？讲过嘢冇得唔算数噶。冇错，我就系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同侠义嘅化身。唐伯虎，夫人，莫事。夫人你，冇错，系我反口啊！对于你一种人，我而得你快啲死啊！夫人，有事慢慢讲，何必动刀枪呢？你而家求我啦咩？唐天豪，你呢个负心人，都系我杀你唔死。今日我就要杀咗你个仔，都可以泄我心头之恨。唔好怪我坦白啊！就凭你一件番薯、几件蛋散，就想攞我唐伯虎个命，会唔会开玩笑咗少少？我话俾你知，头先你饮嗰啲心茶，我已经落咗天下第一奇毒，一日含包散。天下第一奇毒，几时轮到你哋一日含包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钉子尖。废话，我们一日含包散是用七种五，再加上鹤顶红29日而成，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我们含笑半步钉是用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无需冷藏，亦不含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好好添。食咗一日含包散嘅人，一日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以致走火入魔，最后会含包散晒死嘅。冇错，而食咗含笑半步钉嘅朋友，顾名思义系不能行前半步或者面露笑容，否则亦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系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系咧。唔知喺边度可以买到咧？哈！呢位老细你有运啊！我呢度啱啱就有一粒。呢粒烂嘢劲得过我嗰粒。失礼，普天之下我粒最劲。讲嘢啊！讲到会转弯都得噶啦。够胆拍一粒试下？你睇死我唔敢拍系嘛？就系睇死你唔敢拍，我就拍俾你睇。拍，拍咪拍咯。拍！喂，你个死仔啊！嚟下我，拍！够姜嚟拍啦，冇讲得嘢，睇住嚟。嚟啊！嚟啊！快啲啊！你当我白痴啊？戆居啊？啪！日啦，你唔戆居，系笨实啲啫。嗯，大家都中咗毒嘅时间，不如攞交换当无数咧。仆街仔啊！你抛我啊！夫人搏唔过啊！你条命咁矜贵，一嚟个柴房锁到等死。系。夫人，请你手下留情啦，何必两败俱伤？唔使讲啦。区区含笑半步钉，难得到我咩？最多唔笑唔行啫。哎呀！秋香，冇错啊！我喺夫人嘅练功房嗰度偷咗好多药出嚟啊！你睇下边一种可以解到你啲毒啦！要你咁嘅危险，华安真系过意唔去。仲话知系华安啊？其实嗰次你画春树秋香同嗰阵，我已经知你系唐伯虎啦。但我估唔到你够胆喺夫人面前身份。秋，其实我做所有嘢完全都系为……我有个问题想问咗你好耐噶啦，你可唔可以答我啊？咩咧？唐伯虎系咪你花名嚟噶？
唔系花名，点解咁问？伯父，伯父，诶，点解你阿妈帮你咁戆居嘅名嘅？你唔想戴，唔好勉强啊！多谢。咁你中意啲咩颜色？多嘅喎，不如黄色啦。黄色？呢只黄色啊？系。咁唔怪之得，你成日都跟住我啦。你平时除咗画画之外，仲有啲咩嗜好啊？冇乜特别嘅，都系睇下书啊，听下音乐啊，吹下箫啊咁。你会吹箫？系。你会吹箫咁厉害噶？我得闲教你啊。好啊。你身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会唔会有好大压力咧？能唔得好？压力咧，讲真都大，所以我一得闲咧，都成日去旅行，减下压啊！咁你明唔明啊？我明，我明。红烧半果丁呢只毒药系咪你发明噶？边有呢只毒药噶？我老作嘅啫嘛。你咁抵死啊！我系搵咗咁难嘅鸡味啫。冇真系。咁唔好彩啊！我想问下你啊，其实你怕唔怕鬼噶？唐伯虎真系可恶，白白累我跳足几日。夫人，既然你都冇中毒，不如大事化小，放咗唐伯虎啦。我念在你系我最宠爱嘅丫鬟，如果换咗第二个，我一早就将你赶出华府啦。以后都唔准再喺我面前提唐伯虎。夫人，即刻拦出去。秋香跟随夫人多年。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今生今世报答不尽。秋香今日不孝，大胆请夫人放过唐伯虎一命。秋香愿替唐伯虎受罪，任由夫人处置。秋香，你大胆啊！秋香姐，起身啦！如果夫人唔答应，我系唔会起身。夫人，我决定咗嘅嘢。是不会改变的。夫人做什么？一个二个做什么？夫人，我们同秋香姐情同姊妹，求你绑开一面答应秋香姐。人来拉他们出去。夫人没有走，你去哪里啊？大师居然夠膽得罪我哋皇帝，上次你大名，今日我要将你华府杀个鸡犬不宁。走咗啦！吓、啊，王爷，娘亲都走，我哋都教咯。哦，夫人，
唐伯虎，小心啊你！理解嘅。放心，一样我已经喺练功房度揾到，我仲趁住有少少时间冲咗个凉，换埋套衫添。夺命书生，当年你用计打赢我爹，唔知而家可唔可以打赢埋我咧？哦，原来你就系嗰个死正中，唔怪之得咁熟口面啊！今日我就要为先父报仇，我哋唐家霸王春要重夺兵器谱上嘅排名。明知冇咗枪头，你仲要督？吓，边个话冇枪头督得噶？我呢招已经练到唔使枪头都督得入，抵输啊，靓仔！从今开始，我哋唐家霸王枪重夺兵器宝排名。喂，王安，我报时，你啊？系太好啦！你及时出现，真系令我太感动啦！唉，唐伯虎，你救咗我哋华府上下，我都唔知点报答你好啊！太师无需客气，我只系有一个要求。你唔使多讲啦，你中意秋香啊嘛，我就将佢许配你啦。好嘢！哇，乜咁多新娘响树？伯虎，我虽然应承将秋香许配俾你，不过有条件。看看你的做法啦，你可不可以在二十个新娘里头选中秋香？华文，点选时间以一炷香为限，即时生效。点选规则如下：一，点选人不准超越黄线观察新娘；二，所有准新娘不准发出任何声音，违例者当弃权论；三，准使用任何物件接触准新娘之身体或衣物。禁止！如果在时限之内你不能够点中秋香的话，那你就输了。那秋香就归我两个仔华文华武所有。大佬，我哋执死鸡啫。唔好见怪啊。夫人，日光日白，好心玩笑我一阵。唐公子，何出此言啊？在这样的规则底下，我有乜可能点中秋香？天地良心，对秋香是一往情深，义无反悔。点解系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咁为难咁？唐伯虎，你唔好唔记得，当初系你话家境清贫，今年到我哋华府为奴为仆，嗱，仲有契约为凭，但系你实在为咗沟女，似乎系你玩我哋在先喎。边个啊？份契约嘅第一行头四个字，唔该你打横睇睇。我为秋香，我为秋香，我一早已经表明来意。老板睇唔出啫，你唔好懒性，你捉我自失啫嘛，我系要玩死你。想玩我，读多你门书先啦。我而家就系要带秋香走，睇下你哋有冇人拦得住我。试下呢度华府，你敢乱嚟？我叫太师禀告皇上，日月塔你全家唔家产。吓、啊，你个八婆背信弃义，卑鄙无耻！闹我八婆，死！仆街！哎呀，我顶你个肺啊！嚟，唔好拉住我，嚟，嚟，嚟，死！打落你个仔，省停走。唉，唐伯虎，秋香始终是我哋华家的人，你想娶秋香做老婆，是要依翻我哋华府嘅规矩噶噃。嗱，佢只香都作嚟烧完啦，快啲谂翻个好桥吧啦。
好，我唐某今日就使出生平锁，誓要点到秋香为天，气吞天下。出神阴我，你老豆我系阴你啊！你吹咩？小喇叭，打我你个鬼！之香识咁滞啦，注定秋香嫁俾我两个仔啦！呀！咁我堂哥真系注定要孤独一世。天啊！别人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藏作田。我知啦。刀仔两身，做咩？想自杀？唔好啊，系动埋火先啦、啊！俾我死咗佢啊！系，靓仔，连我条女石榴你都敢掂？你条女喺嗰边啦！我相信他是真心爱你，我现在将你许配给他。多谢夫人。唐伯虎，你好，还有什么要说啊？人生大起大跌得太快，实在太刺激了。
搞到我少少急尿添。急尿就未必，心急洞房啫啩。唐伯虎，唔好枉费我哋一番心血，以后要好好地对秋香啦。夫人，我仲争啲怪错咗你添。一日大佬，一世都系大佬。我祝你哋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秋香真系几经波折啊！好在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嗯，喂，唐伯虎，你老婆红唇欲滴，面发桃花，仲即刻啜啖先。嚟啊！咪住，砌翻板先嚟。吓，咁都唔识？咁麻雀千九，色仔翻啦十五户都是但识饭啩。求神，求神。求亲又求求媒人，求观音兼职爱神，同小即刻过河。